我要去新加坡上大学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妈就算出院了，她也需要喊家10年复健才能重新走路。小陈的不肯跟叔叔走，如果她真的走了，我妈的精神状态肯定更差。学校帮我找了新加坡的大学，一加一学院看了我的档案。 还有高考成绩愿意接受我，下个礼拜就要走，医院离不开人。你妈不是把你退给李尖尖了吗？你妈不是不要你了吗？那你还照顾她干什么？小橙子是你妹妹，李尖尖就不是你妹妹吗？你有病啊！ 行，我走了以后要多靠你照顾李倩倩。你靠什么？我马上就要去英国了，我这两天都是在准备各种资料，我认为赵华光那个王八蛋了。 赵华光那王八蛋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蛋蛋连同我们克子飞，你回你家找你亲妈，我回我家找我亲爸，我们一个赛一个混蛋，都是白眼狼。 行，那等你回来再说啊。好，好，没什么，这没什么啊。好嘞，挂了。凌霄啊，你爸现在在福州啊，明天上午才能回来。这事儿呢，等你爸回来再商量啊。没什么可商量的，不许去。这样，你也不许去。 你都不去，这报志愿的时间都过了，你让他们俩复读啊？复读？你这样，金木，我跟你说，我不去，这事我不同意。你听话，我不听话，不许去，我不同意。哎呀，你小哥不是说了吗？你上完大学马上就回来。 你哥也说了，那这就是去新加坡上大学，那跟去北京上大学有什么不一样？这都是飞3、4个小时的，你说这跟以前这不都一样吗？要是一样的话，他们为什么不敢告诉我？我都糊涂了，我们家现在到底算怎么回事啊？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不都是外人吗？ 从小到大，你就跟我说，只要我们相互照顾、相互扶持，就是一家人。不管别人怎么看，只要我们心里知道谁对自己好，跟谁亲近就可以了。是话没错，但事儿不是没这么简单吗？啊，你说你气呼呼这样，那你俩哥哥的心里能好受吗？他们不好受，我好受。 他们做任何决定都没有必要跟我说，也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，答应我的事情也可以不用做到。对不起，我跟你商量，你也不会同意。是我不同意，他们为什么要让你去照顾啊？你还是个学生呢，那他们那些大人呢？
毕竟是我妈，姐姐，姐姐。 你是邻居，小哥是寄养在我们家，我们本来就不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不对。等你长大了，我们一辈子在一起。 好不好？ 我不信，你们要是都走了，以后就都不是我哥了。 时候，觉得好了。
生日快乐，祝贺你18岁了，风雨过后一定会有彩虹，1001个爱你，小哥不要太感动哦，收下我真诚的爱。哎呦，下半年不能在一起了，你不能帮我洗袜子了，我会好想你的，爱你 ，kiss kiss。相片名遗忘，呼呼，用力的，我都糊涂了。男孩的左边的，我们家现在到底算什么情况啊？左那些不负责任的人，不千万不要碰啊！吃面，你看，这孔子像进去了，你先给谁买烟？是我。